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是双北欧加上奥丁组合的极限攻击力。好，队员的部分就无四肢，好，就不用管他了。好，因为队员组合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只针对双北欧配上奥丁的组合。好，因为要吹出极限，所以我把血量几乎保持在快几乎1%的血量，当然一滴是最好啦。哦，这技能是有的，我们现在来为大家测试看看。哦，由于我要测试极限攻击，所以这地方选择腐蚀强化火。然后奥丁的部分就是选择绝地逢生，请记得这时候，哦，要点。我试过，如果你没有点它的话，它还是会再强化传承火再放一次，那你技能就浪费掉了，所以要点一下绝地逢生再去启动它，这样才能用出极限的攻击力。啊，现在为大家来测试看看。好，十 combo， 虽然说没有13，哦，50万，507654，我应该没看错。如果有兴趣可以看 replay。哦，实习的话，我们达到50万左右的攻击力，实测上来讲，应该这么说。因为有加上奥丁的绝地逢生，好，当然你要同样抗魔术来说啦，哦，双北欧的攻击力比妲己多出非常非常多，哦，如果你用这样的队伍的话，还有一个好处可以送再爆发一次啊，当然抗魔术要达到这么多比较困难啦，哦，如果要看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数据的话，我会在网页里面就是send出来给大家参考看看，啊，至于对于另外一部那个北欧配妲己的影片，大家也可以去参考看看。哦，我在下面的部分我也留下连结给大家去看一下比较。好，哦，啊，这个测试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